四个小狗，本来生了五只，死了一只，两个白的，两个麻色，不懂。吃葡萄，哎呀，这个自然生长的葡萄吃的就是要甜一些，要香一些。不像超市里面卖的，超市里面卖的葡萄，有些葡萄你看到很红，其实吃的很酸，就是因为他们打了个催红素。我们这个葡萄看着还没有多红，其实吃的都已经很甜了，酸甜酸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狗，哎呀，洗。给狗洗澡太麻烦了，好不容易把几只一起逮住，你在洗的时候，你洗这一只，那只又要跑；你洗那一只，这一只要跑。然后呢，这个小狗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拿去送人。其实，在前一个星期就有人来想把这个狗，拉回去养，那当时被我极力阻止了，因为太小了。然后呢，隔个30天就有人来想做狗，明天或者后天就把他们送走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去吃饭，接着我妈做的饭，炖的猪脚，我先吃一点点，然后再来喂狗。奶奶吃的吗？啊？还得自己用，不然空气不好。红烧煎，红瓜，猪脚拌饭，每天4个小狗，1个大狗，都要吃这个盘，一盘多，每天吃这么多，
就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嗯，吃的还是好吃，味道。这一个狗还在这里，好的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